挑战将一毛钱一条的鱼养出高级感。首先咱得准备一个鱼缸，为了这条鱼后半生的幸福，我特地动用了科技手段，米家智能鱼缸，适合年轻人的第一款鱼缸。鱼缸主体采用超白玻璃，观赏面16:9黄金比例，倍率设计及静音超薄水泵、生化过滤、物理过滤为一体，号称半年免换水，顶部搭载自动喂食器，一次投食三月无忧。这个设计对于想养鱼但又太忙了打工人来说真的太适合不过了。自带全色域灯光、触控开关加智能显示，手机 WiFi 互联，旅游出差在外均可远程控制。如果这是懒人鱼缸，那么它我称之为懒人鱼缸 Plus Mini， 瞅给它开心的直蹦的。要不你先乐会儿，我把你的智能新家简单装修一下。既然这个鱼缸的自身功能挺全面，那么我准备从造景上给它施加一些压力，采取鱼景缸混搭，说白了就是胡搞。首先养庞皮鱼铺樱桃红雨林沙，它就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主景呢，咱们就随便找一根烂木头，然后搭配上一颗小绿植注水。哟，还乐着呢，走带你瞧迁新居。铁子们就别随礼了，点个赞得了，开心吧？不过你一个待在里面似乎有些孤独，这多好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取下饲料仓加满饲料，平时投喂呢只需轻触喂食开关，饲料仓便会自动旋转一周，将饲料适量投入鱼缸。如果出门在外，可通过手机远程控制喂食，或者提前设定喂食时间，到时自动投喂。灯光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或者造景风格随意调节。铁子们，此缸此鱼此景，满分10分，您打几分？